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这个深度学习理论与实务。那我们现在上第一课，基础统计原理及梯度下降法。那这个要讨论到这个深度学习，也就是最近当红的 AI 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它的本质是什么。那它的本质其实是我们广泛点来称好了，它其实是资料科学。那资料科学是一门探索未知的学问，那我们将运用现有的资料建构资料之间的相关性。那我们要怎么进行预测呢？那大家在可以从数学上去想象这个过程。那我们假定我们的 input 是 x 物件，那 output 是 y 物件，那我们可以建构一个预测函数。那这个函数它可能可以很复杂，然后这个函数我们把它叫做 f of x， 然后对其进行预测。那它的这个预测式可以写成类似这个样子，也就是 y hat 等于 f of x。那要注意一件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说这个 f 这个函数是长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函数可以是任意函数、任意形态函数。那我们先用一些比较简单，我们都学过的例子好了。那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线性回归。那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这 y hat 等于 f of x 等于贝塔0加贝塔1乘 x， 那这样这个 x 就是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进来之后，那我们以身高为例好了，就是你丢进一个身高，然后经过这样的加减乘那个加法跟乘法之后啊，它会产生一个预测的这个举来说这个是体重好了。好，那这样子这个体重预测值，这样我们就建构了一个这样的数学函数。那我们就把这个 f of x， 以后我们就叫它 AI 啦，就是它是一个人工智慧。那不过之后它会变得复杂很多了，那我们继续看。好，当我们建构了一个 y hat 以后，我们现在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预测一定会产生误差，所以我们这里定义一个损失函数。那这个损失函数我们现在要 diff 好了， diff function。那这个 diff function 啊，它的这个它的 input 就是 y 真实的 y 和 y hat， 那把这两个整合之后啊，会产生一个 global 值，这个值我们叫 loss。这 loss 啊，其实中文叫损失的意思。那我们以简单线性回归的损失函数为例，那简单线性回归，如果大家上统计有学过的话，就知道它想要让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值，所以它的这个 loss 就是残差平方和。所以这个 diff 把你的 y 跟 y hat 加进去这个 diff function 之后，它相当于就是把这个 yi 减掉 yi hat， 然后把它平方之后，然后把累加起来，这样子这就是线性回归的这个 loss function。好，所以现在我们定义了两种 function， 一种叫做 prediction function， prediction function 就是前面的这个 f of x， 就是这个 f of x。那这个 prediction function 它可以是任意形态的这个样子。那这个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也可以是任意形态的，但 loss function 跟 prediction function 不一样。 prediction function 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 y hat， 那 loss function 呢是整合这个真实的 y 和 y hat 去产生一个 loss。 那这个 loss 啊，最后我们这个 loss 如果越小的话，那就是越好，因为 loss 如果以这个简单线性回归的损失函数为例，如果 loss 什么样的情况下 loss 会最小呢？就是所有的 yi 都等于 y hat，那这样就预测100%准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说由于损失函数内存在着这个 y hat，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损失函数和预测函数把它做一个合并的。所以这个 loss function 它就等于 diff function， 然后跟这个prediction function 的这个结合。那这样结合了以后，你可以把以线性回归为例，你可以把式全部展开，全部展开以后，它就会长成这个形态，也就是Sigma yi 减掉 beta 0加 beta 1 x 1，然后 i， 然后括号，然后再把它平方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整合 loss， 这个 loss 就是线性回归的 loss。 那它怎么算呢？如果你给定一个 x1 跟这个 x 跟 y 的话，那只要你求出一个 beta 1跟 beta 0，那这样它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loss。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 x1 x 跟 y 是已知数嘛，那这个只要你给定任意的 beta 0跟 beta 1，你就会产生一个 loss。 好，那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会希望得到一个预测函数让 loss 越小越好，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问题转换成一个优化问题，也就是我们想要
求出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 beta 0跟 beta 1这个两个东西，我们就要代解参数。这两个代解参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 loss 最小化？那这个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这个我们要找出这个预测函数的这个问题，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学上优化问题。优化问题的意思就是去求函数的极值。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了解到一件事情：假设前面这个预测函数这 f of x， 它我们就叫 AI 的话，那其实 AI 我们要找出一个 AI 要让这个 loss 最小化，那其实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其实训练之 AI 其实就是在找一个函数的最小值。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一件事情了。其实我们任务就是给定一个预测函数跟一个损失函数，至于它定义成什么样子呢，这个我们之后会教，但是反正就是要有一个预测函数跟一个损失函数。那这个预测函数里面啊，这个结构是不能改，预测函数的结构是不可能透过 learning 来学来的，但是预测函数里面的参数是可以透过 learning 来学来的，所以它必须包含着若干个代解参数。以线性回归为例的话，就是前面的这个 beta 0跟 beta 1，它这两个是要等着要我们去求它的。这个 y 跟 x 这个是 input 跟 output， 这个 input 跟 output 是已知的，我们是不需要求它，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带进来就对了。所以这个 beta 0跟 beta 1是我们需要去，这个就是所谓的代解参数。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透过求解优化问题的过程，然后获得所有的代解参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代解参数等于多少的时候，这个 loss 会最小化。这就是一个数学上的问题嘛。这样子以后啊，这个预测函数包含了这些代解参数，对不对？有了以后，这整套我们就可以拿来直接去预测这个未知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预测函数包含正确代解参数的预测函数，把它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意思。好，那所以说求解 AI 就是训练 AI 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数学上找极值的过程嘛。那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会如何求解这个函数的极值。那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微分工具。那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希望求得下列函数的极值。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是一个很简单的函数，就是 f of x 等于 x 平方加上 2x 加上1。那如果我们对上述函数进行微分，并且寻找微分后函数为零的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函数的极值是什么了。好，这个对这个式求微分这件事情难度不是很高，这个就是所谓的对 x 求微分，这个符号是对 x 求微分，等一下会用到非常多次。那这个对这个函数的 x 求微分之后，我们可以就是微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幂数把它放到前面来，就是2变它变成 2x 加上 2， 这个 x 就消掉，那常数项直接去掉，那等于0。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求出 x 等于负1的时候它有这个极值。好，这边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个，我们回到一下定义啊，就当初为什么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说求解函数极值，就是当它的这个微分之后，这个函数微分之后，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叫微分之后函数，这个东西我们叫导函数。为什么导函数等于0的时候，也就是 x 出现极值的地方？那实际上是因为导函数也就是微分之后的函数，它其实描述的事情是切线斜率。好，那切线斜率等于0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它的这个函数啊不再变化了。那不再变化铁定就是极值啊，这样大概可以理解它的意思吗？如果有一个地方它切线斜率等于0，那它要嘛就是最小值，要嘛就是最大值。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函数的极值的话，这个使用这个切线斜率等于0，也就是导函数等于0的时候，它的这个位置啊铁定就是函数的极值。那也许不是全局极值啊，但至少是一个极值这样。好，那这个刚刚的求极值的过程中有个非常讨厌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求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的结果，也就是这个2x 加2等于0，这样的我们要求它 x 等于多少的时候会有极值。可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今天状况复杂一点，也就是这个 x 假设有很多个，那现在我们是解一元一次方程式嘛，但是这个有可能变一元 n 次方程式，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有没有可能变成 n 元 n 次联立方程式？
这样这个函数的求解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单纯的使用微分工具然后求解这个 n 元 m 次联立方程式的答案，这样子的话会非常的难解。如果那什么时候会变 n 元呢？也就是当待解参数变得很多的时候，那这样它就会变 n 元。那什么是 m 次呢？就是你的那个预测函数很复杂，不只有二次式，可能还有三次式，还有四次式等等。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求解过程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个其他解决方案就要这个名字叫梯度下降法。那这个梯度下降法，这个大家应该是都第一次听到这个 term。那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梯度。所谓梯度其实就是斜率，就是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这个定义其实并不精确啊，因为我们省略了很多复杂数学语言。但是我们就先用这样的定义好了。简单来讲，就是梯度我们可以把它想就是斜率，斜率沿着斜率下降的方法。梯度下降法意思就是在求解极值的过程中，随着梯度进行移动，从而找到极值的过程。那如果把梯度换斜率的话，也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斜率进行移动，然后从而寻找到极值的过程。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想象成哦，是在找这个，你是在就是举来说，我随便把我是把你要在这个台湾的地图上面找出台湾地图的最高的地方在哪里。那这个你拥有梯度这个 information， 就是你在任意一个位置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你前后左右。你是上升还下降，就是你知道它是在往上还是在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切线斜率啊，就是你的梯度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要找这个全台湾的最高的地方在哪里的话，基本上你就是沿着这个一直往上走，那你很有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个极值。这样大概可以懂意思吧？不过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啊，这个你觉得它有办法求得全局极值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你丢在国防学院的话，你大概爬到这个国防学院的宿舍，你就会发现哇，这是最高的地方了。因为找到处往这个旁边看，你都发现哎，找不到更高的地方了。所有地方的切线斜率都是负的。那这样你就觉得哦，我好像找到了最大值啊。可是事实上不是吧？好，但是我们就暂且先用这个方法来求这个极值好了，至少它是一个局部极值啊。好，那我们以刚刚那个函数 f of x 为例，我们就先随机指定一个起始值。这个起始值啊，就是我要随便要在 x 这个 x 现在你只有一个轴啊，所以你就是在这个竖线上面随机丢任何一个丢，把这个点丢到任何一个地方。然后举来说，我们一开始丢那个点是10这个值好了。那你丢在10这个值的时候，我们来定义一下梯度下降法的公式。梯度下降法是要找最小值哦，所以它每次都要沿着斜率的负向来做。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我往右边就会往上，那我就一定要往左边走。所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义的公式，就是第 t 代，这个第 t 代，等一下我们会带公式啊。第 t 代的这个 x 就等于第 t 减一代的 x 减掉 lr， 再乘上它的导函数。那它的导函数，我们要把这个第 t 代的第 t 减一代 x 把它带进去，带进去之后，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带 t 第 t 减一代 x 的切线斜率。那我们就要减掉这个切线斜率。那这个 lr 是Learning rate， 那我们把它叫成学习率。一般来讲，我们会给一个很小的值。举例来说，下面的范例我们使用 0.05 来当做这个 LR。那这个值可以带很多数字啊，但是可能不能带太大，带太小会很慢。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调这个数字好了。好，那大家来想一下，我们现在第零代的 x 已经被我们决定了嘛，也就是10。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带成10。那减掉 LR 是 0.05。我们把它放到这里好了，就是第零代的 x 减掉 lr 乘以这个它的导这个 x 的这个导函数 f of x 的导函数，但是要带这个第零代的 x 进去。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第零代的 x 就是10嘛，所以就直接带进去就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 lr 乘以把10带进去，所以这边4大家看得懂吗？就是我把这个导函数把它带现在的值进去。那这个导函数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求过了，这个导函数就是 2x 加 2。 这个导函数意思就是把原来的函数 2x 平方加上 2x 加1这个函数把它求微分之后，这个函数我们叫导函数。
这个导函数我们带10进去，那也就是2乘以10加2，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的结果。那 LR 是 0.05 嘛，所以我们把这边带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得到，哎，第一代的 X 是 8.9。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零代的 X 是10哦，这个是一个随便指定的值，啊，随便多少都可以。那这个第一代的 X 就是根据这个式子去计算，这个式子去计算之后，我们会得到之后这个 X 第一代的 X 就是 8.9。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是一个递回的这个数列嘛？那有了第一代的 X， 我们当然就可以求第二代的 X 啊。我们来看第二代的 X 怎么求。第二代的 X 就等于第一代的 X 减掉 LR 乘上，把这个第一代的 X 带进我们导函数中。那第一代的 X 是多少？是 8.9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 8.9 带进这个导函数，然后 8.9 再减掉这个过程。好，那这个导函数是 2X 加 2， 所以就是2乘以 8.9 加 2。那它乘以我们前面有个学习率叫 0.05， 这一串是这一串的意思啊。这个是它导函数的符号，这个 f of x 导函数的符号就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哎，第二代的 x 就等于 7.91。如果你重复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哎，第三代的 x 就等于第二代的 x 7.91， 再减掉 0.05 乘上这个，哎，2乘以 7.91 加2等于 0.891。所以 7.91 再减掉 0.891 就等于 7.019。 第四代的 X 它会变成 6.21， 第五代的 X 它会变成 5.49。 好，你一直持续进行，如果你可以带到第无限代，就会变成负一。负一什么？负一就是那一个我们的极值，对吧？好，那为什么这个方法可以 work 呢？因为大家要这样想，再重复一次那个观念，就是这个导函数的结果是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切线斜率，对不对？你就当 x 在这个点的时候，哎，它往右边的话，它数字变大的话，它这个它会上升多少？它每上升一个单位会上升多少？这个切线斜率的意思。那这个，哎，我们把它减掉，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就要往着斜率的反方向走。那我们是往下面走，大家可以觉得往右边走是往右边走，它如果是这个切线斜率如果是正数的话，我们就是减掉这个数字，那我们就是往左边走，往数线的左边走。那如果这个切线斜率是负数的话，那我们减掉这个负数就是往加这个加了一个数值嘛，就是我们就往右边走。好，所以说，哎，这个function就是一直沿着这个切线斜率的反方向走，也就是这梯度下降法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最后我们当然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小值，然后往哪边走它都动不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梯度下降法。那我们来用 R 语言来实现一下这个梯度下降法好了。我们稍微简化一下问题，就是我们求这个函数的极值。那这个函数的极值是 f of x 等于 x 平方。那我们在 R 语言来解的话，我们就把它写成 norm original function 等于 function x， 然后这个 return function x 平方。好，那我们开一个语法在这里。啊，这个东西是 original function， 这个 original function 你去输入任何一个值，啊，举例说我们输入3它就会给你9，输入12它就给你144。好，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function， 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如果有一个 x 的话，它就会给我们 x 的平方这样子。那它导函数呢，它导函数就是 2x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来给一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differential function 啊，它等于differential function， 它就等于这个任何一个点的切线斜率。如果你给它5的话，切线斜率就是，哦，这是 original function， differential function， differential function 5， 那就是得到这个值，这个点的切线斜率，这个点的切线斜率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给它一个 start value， 这个 start value 可以是随机的值啊。start value 是，好，我们这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没有把它贴过来。好，这个 start value 啊，这个 start value 可以是任意的值啊。我们现在就用5来当它的起始值好，然后这个 running rate 我们假设是这个 0.1。 那这个 number of iteration 就是你要迭代几次，就是你刚刚那个过程要持续几次。那我们当然不可能无限啊，那我们这边就随便用个很大数值，就1000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哎，这个值会怎么变化。接着我们 result x 等于 repeat na number of iteration 次数，所以我们这样全部执行完之后，这个 result 现在全部都是 na，
也就是第零代的第一代的值我们还没有进去。那这个 i 啊 ，i 就是这是一个 r 的这个回圈函数，这个 i 就从一到这个 number of iteration， 然后如果 i 等于一的话 ，i 等于一的话，这个 result x 就等于 start value， 然后如果是 i 等于二以上的话，这个 result xi 就等于前一个的值减掉 learning rate， 再乘以 differential function， 然后把这个 result x第 i 减一代，这个就是第 i 减上一个这个 x 的值，把它带进去，然后把它减掉。好，你如果这样持续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sult x 它怎么变化好了。它最开始的时候，哇，这个有点模糊，那我们把它 round 好了。我们只看小数的前五位这样子。好，大家看一下，最开始的时候它是 5， 然后接着变 4，接变 3.2 2.56， 好，一直往下，你会发现走着走着，它最后就变0了。0是什么？0其实就是这个函数的极值。好，那这个如果你看这个 tail 这个函数就是看最后一个值，你如果直接点它的话，你会发现它是这个 7.6 乘以10的这个负97次方，所以就是很小就对了。所以说这个过程也就是梯度向量法，我们在求这个 x 平方的这个最小值。那我们把 start value 做一些改变好了，比方说变50，然后全部执行至，大家看会发生什么事？还是一样，它还是找到了一个很接近、很接近零的数字。那我们现在把这个learning rate 改小呢？好，还是可以哦，它还是很接近零的一个数字哦，好不好？那如果稍微改大一点呢？稍微改大一点它也是可以这样子，不过 0.5 是一个特例的，我们呢 0.4 好了，还是可以。如果是 0.6 呢、0.6 还是可以，那 0.、主要是2呢，2就不行了、至于为什么呢，我们来等一下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件事、就是这个 start value 不管你改多少、它似乎都会走到0，不管它就算是负100好了，负100看一下负100它也走到了0，这样可以齁。负100它也走到0，好。不过这个学习率似乎是不能太大，它可以很小 ,0.01。0.01 不够，太小了，它走不太动。那 0.01 好了。好，它可以走到，它可以，这个也够接近0的啦，这样。好，所以说这个过程啊，这个整个这个函数的过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样子。也就是我最开始给了一个起始值是5。然后它就沿着这个函数就是y 等于 x 平方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就 y 等于 x 平方。那这个 x 这个值最开始5嘛，它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它就沿着这个一直往下，啪啪啪，一直往下走，然后走到快要接近0的时候，它就走不太动了。为什么？因为很接近0的时候，这个切线斜率也会非常非常小，所以很接近0的时候，它就走不太动了。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好，可是你如果你试着把 LR 调高的话，就是刚刚函数的 learning rate， 你发现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这个 LR 调高的时候，很有可能它的这个行进轨迹不是再也不是那么的漂亮了。好，就是刚刚这个行进轨迹很漂亮嘛，就这样啪啪就一直往下到底。那这样子，如果你这个刚刚那个函数的这个关键 critical point 的是这个一，如果你这个learning rate 调到1以下的话，它还有办法收敛。但是如果是很接近1的话，它的这个收敛方向会这样 Z 字型的移动，它收敛其实并不是很有效率。那如果超过1的话，哇，那就事情就很严重了，这个根本不会收敛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每一步都太大，我知道要往后，可是它每次往后又后到一个更大值。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无限的这个一直往大往上下去。所以说 learning rate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设太大是没有办法收敛，那设太小幅度太慢。所以说 learning rate 在我们到时候在优化的过程中，就是是一个需要一直调整的参数。原则上 learning rate 不应该设置的太大，但是我们可以观察收敛的速度，如果收敛的太慢，我们可以再适当的把它调大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学到一个技巧来求解函数极值，这个技巧就叫梯度下降法。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预测函数的部分吧，因为毕竟这个
我们现在求解是一个非常 simple 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 y 等于 x 平方。好，那真实世界的问题往往没有这个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来求解更复杂的极值问题，那一次牵涉到两个元素，然后就是你把这个 f of a and b， 如果你把 a 跟 b 带进去之后，那这个函数是4a 平方减掉 4a 加上 b 平方减掉 2b 加上5。那这个整函数啊，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这个配方法，也就是求解，这个是这个国中的时候学会的方法。那国中的时候学会的方法，那这个我们这把这个配方法的话，我们这个 f of a and b 它就等于 4a 平方减掉 4a 加1，然后加上 b 平方减掉 2b 加 1， 然后再加 3， 因为这个5这里分了1给它，也分了1给它。你像这个 function 它可以被整合成 2a 减1的平方，加上这个 function 可以被整合成 b 减1的平方加3。这样子配方法求完之后，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当 a 等于 0.5 且 b 等于1的时候，这个函数会有最小值3、这个函数是最小值，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这个数字铁定是大于0的吧，因为这是一个平方，平方项，这也是一个平方项，这两个东西铁定都是一个大于0，大于等于0的数字嘛，所以它们铁定是等于0的时候会有最小值。好，这样可以理解吧，所以它是没有最大值，是有最小值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是 0.5 跟1了，那我们用梯度下降法来求求看好不好。好，那梯度下降法要求解的时候，因为它同时有两个元素在里面嘛，那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叫偏微分。偏微分就是我同时对 A 来求微分，也对 B 来求微分。那对 A 求微分呢？对 A 求微分，也就是 8A 减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偏微分是怎么求好了，因为避免跳得太快。这个函数我们对 A 来求微分的话，所有跟 B 有关的东西通通都是常数项，还有这个5也是常数项，所以实际上需要微分的部分只有这里。啊，那对这里微分的话，是不是这个2拿下来就是 8A 减 4？ 啊，所以说对 A 微分的话就是 8A 减 4。 那对 B 微分呢？对 B 微分所有跟 A 有关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当作常数项了，这个5当然也是常数项，所以我们实际上只有对这个部分微分，所以对 B 微分的话是 2A 减 2， 2B 减 2， 所以这个对 A 微分是 8A 减 4， 然后对 B 微分是 2A 减 2B 减 2， 这两个东西是 A 跟 B它的导函数。好，那我们再次定义一下这个梯度下降法求解公式，就是第 t 代的 a 就等于第 t 减一代的 a 减掉 lr， 然后把这个第 t 减一代的 a 跟第 t 减一代的 b 都带进去。注意一件事情哦，是 t 减一代的 a 跟 t 减一代的 b 都要带进去哦。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函数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它求完这个导函数之后跟 b 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实际上以后你们在带数字的时候，这个 b 啊，他也要把它带进去哦。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第 A 如果要从第 T 代，第 T 减一代变成第 T 代的时候，就用这个function去求。那如果是 B 呢？第 B 这个函数 ，B 这个第 T 代的 B， 同样也是第 T 减一代的 B， 减掉 LR 乘上这个，把这个 T 减一代的 A 跟 T 减一代的 B 带进去的这个导函，带进这个导函数里面。然后我们给个随机起始值好了。假如这个随机起始值都是0好了，然后这个 LR 就是 learning rate， 我们设成 0.1。 那我们现在这个 A 减第一代的 A 就是第零代的 A 减掉 LR 乘以把这个数字带进去嘛，把这数字带进去就是把两个0都带进去，那把两个0，那这个第 T 代的这个第零代的这个 A 是0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带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0减掉 0.1 乘上8乘以0减4，这样子带完之后，第一代的 A 就是 0.4。 那我们这个代的 B， 代 B 的话就是第零代的 B 减掉 LR 乘以这个，把这个对 B 求微分的这个导函数，然后把第零代的 AB 都带进去，那一样的带零，那这个函数是 2X 减 2B 减2嘛，所以是2乘以0减2，所以这样子的话第一代的 B 就是 0.2。所以第零代的 A 是0，第零代的 B 是0，那第一代的 A 就是 0.4， 第一代的 B 就是 0.2。 那我们以此类推继续下去，好，继续下去的话，你会发现第二代的 A 等于 0.48， 第二代的 B 等于 0.36，
第三代的 A 等于 0.49， 第三代的 B 等于 0.488。 好，以此类推，继续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 A 啊，它一直带到无限代了之后，它会变成 0.5， 那这个 B 带到无限代的时候，它会变成1。所以说，哎，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理解说，这个，哎，第 A 代的这个，哎，这个梯度下降法一样可以用在这个多变量函数里面。这个多变量函数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偏微分的这个函数。好，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以后啊，我们就试着利用梯度下降法来求解线性回归。那从数学的部分我们帮你解好，那我们再次定义一下预测函数跟损失函数。这个预测函数就是一个 beta 0跟 beta 1，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到时候要解的东西啦。这个 beta 0跟 beta 1就是我们要解待解参数。那这个 xi 就是一组数据啊， xi 跟 yi 就是一组数据。那我们把这个任意一个 xi 带进去之后，我们都可以产生一个 yi hat。那这损失函数呢，就是前面写的那个损失函数，就是 yi 减掉 yi hat， 然后再把它平方之后。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啊，就是2 n 分之一。好，这个2 n 分之一是到时候我们这个在求解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是2 n 分之一。但你如果不写2 n 分之一也可以啦，就是2 n 分之一这个 yi 减掉 yi hat 的平方，然后把 sigma 起来，这样就是我们的 loss。那我们如果把损失函数跟预测函数做一个整合的话，就是把这个 yi hat 把它带成这个 beta 0跟 beta 1之间的组合。所以这个 loss function 就变成了，这个 loss function 就变成了2 n 分之一乘以 sigma yi 减掉这个 beta 0加 beta 1 x， 然后再把它平方起来。好，那我们的求解目标是要找出一组特定的 beta 0跟 beta 1使 loss 最小化，因此我们要对 loss 做偏微分。那这个怎么做偏微分呢？也就是我们未知数是什么？未知数是不是这个beta 0跟 beta 1？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beta 0求这个这整个函数蛮复杂的，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帮你解好，告诉你怎么解。这整个函数这个我们要对 beta 0求偏微分，也要对 beta 1求偏微分。那要求这个东西之前，你可能需要复习一下连锁律。这连锁律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我们要对一个 hx， 这 hx 假设是两个函数的组合，就是 f of x 跟 g of x 的组合。那我们要对这个里面的这个 x 求微分的时候，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先对 g of x， 就是对这一整包对 f of x 求微分，然后再乘以这个 g of x 的微分。好，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函数是两个函数嘛，一个是预测函数，一个是损失函数。那这个对预测函数求损失函数求微分的话，这个比较简单嘛，我们就只要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就好了。然后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再乘上对这个东西，哎，它对 x 求微分，这样就解决了。所以你有了这个连锁律这个工具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运用这个连锁律，然后求 beta 0跟 beta 1的微分。好， beta 0要求微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先对这个 y hat， y hat 就是这个这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连锁律的 g of x， 这个 y hat 这个 sigma 这个大家我们要求微分的时候，这个常数项可以拉出来，然后 sigma 项可以拉出来，这个可以理解吧？好，所以我们直接对里面求微分，这个里面什么呢？就是 yi 乘减掉 yi hat 然后的平方。那我们对这个 yi 求微分，好，这个就是连锁律的前半部，就是这一串。好，接着我们再对这个 beta 0， yi 求 beta 0微分，这个 yi 就相当于这个 g of x。 注意哦，这个 yi 等于 g of x， 这里的 g of x， 各位可以想象这是这个 yi， 然后这个 f of 这个 g of x 就是这个 yi 减掉这个 yi hat 的平方，然后我们是对这个 g of x 求微分了，所以这个代法大家可以理解吧。好，这样代完之后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要怎么求微分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2，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2给拿下来，对不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并不是非常困难，把这个2给拿下，2给拿下来，然后跟这个2约掉，就变成 n 分之一。哎，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这个东西求微分有这么简单吗？哎，当然，哎，把2拿下来，这边又要用到一个连锁律啊。
也就是实际上我是对这个，我要先对这个x 平方先求微分。那对这个 x 平方求微分，这个很简单嘛，就是把它这个弄下来。弄下来以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对 yi 减这个 yi 减掉 yi hat 求微分。那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常数项嘛，所以我们是对负的这个求微分。那对负的这个求微分，因为它没有幂次项，所以它就直接给个负号，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项颠倒，也就是把这两项颠倒变成 yi hat 减掉 yi。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需要手算一下，就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 n 分之一这个 sigma yi hat 减掉 yi。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求微分之后的结果。那我们最后还要再乘上这个部分嘛？那这个 yi hat 我们先把它展开，展开之后变成 beta 零加上 beta 1 xi。那我们要对 beta 零求微分，这样对 beta 零求微分的话，是不是只有这一项留下来？那这一项的项数是一，对不对？那它没有幂次项，所以就是乘一。所以这样子的话，对 beta 零 loss 整个 loss 求 beta 零的导函数的话，那后面这一部分就是一，所以就是 n 分之一乘上这个 sigma y hat 减掉 yi。那这个就是对 beta 零求导函数的微分。那对 beta 1求微分呢？前面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理解。把这边换成 beta 1，把这边换成 beta 1的话，就是把 xi 这一项把它拉下来，所以。跟这个 beta 0的差别就是，beta 0对 beta 0来讲，这个东西是就是长这个样子。对 beta 1来讲，它就是多乘了 xi。那我们帮你定义一下梯度下降法公式吧，就是第 t 代的 beta 0就等于第 t 减一代的 beta 1，然后减掉 lr 乘上这个对这个 beta 0求导函数的这个 loss function， 然后把这个。第零代的，第 t 代 t 减一代的 beta 零跟第 t 减一代的 beta 1通都带进去。那 beta 1呢 ？beta 1第 t 代的 beta 1就等于第 t 减一代的 beta 1减掉 lr， 然后把这个t 减一代的 beta 零跟 t 减一代的 beta 1通都带进这个 beta 1的导函数里面。那我们怕你看不懂这个，我们刚刚求解求的很复杂嘛。那我们怕你看不懂，我们把它写成公式的样子，也就是这个 x 1，我们把这一串复制过来，复制到这里。这个 x 啊 ，x 是已知数嘛 ，x 就等于这个x 就等于这个一二三四五，那 y 就等于六七九八十。那根据这样的结果啊，我们把这个 original function， 这个 original function 就是那个预测函数。那我们给定一个 beta 零跟 beta 1，那如果我们的 beta 零等于零 ，beta 1也等于零的时候，好，这个 x 等于 x。y 等于 y， 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个 original function 是这个 loss， 这个所有的 loss 是160，那当然它 loss 很大了，好不好？那我们如果随便给一个这个随便给一个这个改变好了，假如说这边改一，哇，这个 loss 有变小了，再改一下0.1，这 loss 好像变得更小了，我们来稍微试一下好了。这样如果5跟 0.9 的话好像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你这个函数 original function 是什么呢？这 original function 就是先把这个 x 乘上 beta 0再加上 beta 1，乘上 beta 1再加上 beta 0，就是 y hat， 然后 y hat 减掉 y， 然后把它这个平方，把它这个上起来之后，然后再平方，然后再除以2，再除以这个length x， 这个就是 n 的意思。好，这个式子好像写的并不是非常非常正确啊，它应该这里啊，它应该好，它应该写这个样子才对啊，就是。好，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 y hat 减掉 y，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 y hat 减掉 y 之后，然后再平方，这个就是 difference。那 difference 求到了以后啊，接着再上，把它那个，把它这个东西再除以2，然后再除以这个 n， 这个 length x 就是 n，
然后再把它累加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 loss function 整合之后的 loss function， 给定一个 beta 0跟 beta 1， 我们一定可以求得一个 loss。好，接着我们对 beta 0求这个微分的话，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先把 y hat 减掉 y hat 减掉 y， 就是我们前面这里写 y hat 减掉 y， 然后把它上起来，就是 sigma 的意思，然后再除以 n， 这里还要除以 n 嘛， n 分之一乘以，这样子就是beta 0的这个 differential 的这个 beta 0的 function。 所以我们只要带入一个 beta 0跟带入个 beta 1，我们就可以求得这个现在的切线斜率多少， beta 0的切线斜率多少。那 differential 的 function beta 1呢，我们就可以求得 beta 1的 function 多少。那它一样，它是 y hat 减掉 y 再乘以 x， 乘以 x 是在这里，乘以 x， 然后再 sigma 起来，就上起来之后再除以 n，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得这个 beta 1的这个切线斜率函数。那个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要求解这个这个 beta 0跟 beta 1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有最小值。那因为是线性回归嘛，线性回归在 R 里面我们可以用 lm 这个函数。那求出来之后， lm 这个函数告诉我们 beta 0应该是 5.3， 然后 beta 1是 0.9。好，那我们来试着做一下这个试着带入这个梯度最小化，梯度下降法，然后来求解这个公式吧。好，这个答案我们可以在这个练习答案这里找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带这个 learning rate， 总要先设一个值吧，这个 learning rate 我们设 0.1， 然后接着我们认定它的这个迭代次数，迭代次数要1000代、这个值可以设得很大、可能不能够非常小，因为它总要一些时间才能找到这个最小值嘛。好，接着我们认为这个 answer beta 0 answer beta 1它们就是 repeat 0然后 n iteration 次，所以这个 answer 现在我们看这个 beta 0 answer beta 0它全部都是0的， answer beta 1也全部都是answer beta 1也全部都是0，好，这个没有什么不一样嘛。好，接着我们要做回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圈是什么。这个回圈就是我们从第二代开始做，就是 i 从2开始做。那 i 从2开始做呢，就是 i 从1做到这个减1好了。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i 从1开始做嘛，那i 等于1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二个嘛，第二个 beta 0就等于第一个 beta 0减掉 LR 乘上 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 0，那 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 0是不是要带 beta 0跟 beta 1进去，那 beta 0就等于第 i 代的，就是第一代的 beta 0跟第一代的 beta 1，然后再把这个 x 跟 y 把它带进去。好，那这个是 beta 0的切线斜率，那 beta 1的第二代 beta 1就等于第一代的 beta 1减掉 LR 乘上，把这个第一代的 beta 0跟第一代的 beta 1都带进这个那个 beta 1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里面。那我们这样全部把它执行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eta 0。这个 beta 0在最开始的时候是0嘛，接着变 0.8 0.7 674 0.8 0.9 0.9 一直往下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一直往下跑，然后跑到接近 5.3 的时候它就动不太了了，然后最后它就停在 5.3。 那 beta 1呢，最开始的时候它是 0， 然后接 2.58 经过一阵晃动之后它到了 0.9 就停下来了，也就是它最后停到了 0.91 这里。那这是不是跟我们答案非常接近？如果把这个 tail 把它 print 出来，answer 0.0 最后一笔它是 5.3， 最后一笔是 0.9，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接近我们刚刚 LM 得到的答案？那如果你把它图像化的话，这个图像是老师画的这个图，它实际上这个 loss function 它实际上长的这个图像就是，这是一个三维的这个三维的空间，就是给 x 轴是 beta 0 y 轴是 beta 1。那有了这两个之后呢，这个 loss 就是我们的残差平方和。那这个点呢，它就随着它实际上一开始00这个值嘛，它实际上就是这样跑，跑一跑之后，它就会跑到这个5.3 0.9 这个值，它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它的全局集值，全
最低点这样子。好，所以梯度下降法在线性回归上其实就是这样用。那这个解法最后跟你代公式得到的答案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最基本的线性预测工具，也就是线性回归的运作原理。那我们把问题就是稍微把它弄复杂一点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学一个东西叫逻辑思回归。这逻辑思回归以前你们可能也学有也学过也用过，但是你们绝对不知道它怎么求解的。因为在这里应该是之前的课程应该都没有学到说逻辑思维规怎么求解。那我们来看一下逻辑思维规的方程式长成什么样子好了。就逻辑思维规的方程式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叫 LP。LP 等于这个 LP 是 linear predictor。linear predictor, 它跟 P 这个 P 是这个就是样本是什么东西的几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逻辑思维规的预测标的，要么是零，要么是一。然后一我们把它想象成是 case， 然后零我们把它想象成是 control。那这个 p 就是试 case 的几率 ，case 的几率有多少？那这个 lp 就是 linear predictor， 它就等于这个试 case 的几率除以一减掉 p， 也就是试 control 的几率，然后把它取 log 之后，然后它就等于 beta 零加上 beta 1 xi， 所以这个。LP 这个式子是标准的 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你以前看到可能都看到这个式子。那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跳过，我们把它跳过之后，我们是有一个东西叫 LP linear predictor， 就等于 beta 零加 beta 1 xi。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现在记住，我们就这个东西跟线性回归长得非常像。好，只是说这个 P 代表的是样本为正的预测几率，也就是 case 的几率。那我们要把它的式子稍微改写一下，就是如果你把这两个式子做一定程度的这个转换的话，你就会得到 pi 就等于一除以一加上一，这个一是自然数哦，这个 log 是自然对数，所以这个就是自然指数，自然指数乘以负的这个 lpi 它的这个自然指数。那这里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这个求解的过程了，那我们来稍微这样想好了。就是假设我们现在带一个 p 是 log， 一假设我们带是 0.8 好了，然后除以一减掉 0.8， 啊，这样子是 1.386294 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就等于 lp， 那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们等于 lp， 啊，那这个 lp 啊，我们只要一除以一加上 exp lp， 这样你就可以还原成。负 xp， 不好意思，负，这样就可以还原成 0.8， 所以这个式子其实就是把这个式子做一个还原而已，就是把本来是 lp 在左边的，我们现在把它改 p 到左边，然后把 lp 丢到右边来这样子。好，但这个 lp 跟这个 lp 等于这个 beta 0加上 beta 1乘 xi 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式子把 lp 的部分换成 beta 0加上 beta 1乘 xi， 那因为这前面有个负号嘛，所以我们把 beta 1 0跟 beta 1前面都加个负号，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p 长成这个样子。那接着我们再定义一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是我们不要叫它 differential function 好了，我们叫 loss function， 这是标准名称，损失函数叫 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去描述 p 跟 y 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的 y 要嘛是0要嘛是1嘛，所以我们的 loss function 就是去描述 y 跟 p 的关系。那一切看起来就蛮顺利的，就是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它帮我们定义了一个 prediction function， 这个 prediction function 就是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标准形态。那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形态，也就是 pi 就等于一除以一加上一的负 b0 减掉 b1 乘 xi 的平方，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给定一个 B0 跟 B1 的话，你就可以由 X 算出这个 P。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到了预测几率，那这个几率跟这个 Y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loss function 求得一个 loss， 那我们就可以用梯度下降法去解出特定的 beta0 跟 beta1。 好，那这个损失函数不太好定了，那我们用简单的线性回归的损失函数为例好了，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损失函数是就是残差平方和，所以我们就是求解这个 yi 跟 pi，
然后把它两个相减之后，然后平方起来，然后把这个 sigma 起来 ，sigma 之后再除以二 n 分之一，所以这个函数跟前面这个线性回归这个一模一样，只是把这个 y hat 改 pi。那因为现在 logistic regression 的 output 是 pi 嘛。好，那我们把它跟这个预测函数跟损失函数合并，就是把这个 pi 换成这个跟 beta 0还有 beta 1有关的这个式子。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求得给定一个beta 0跟 beta 1，我们就可以求得一个 loss。好，那接着这个用偏微分跟求导函数偏导函数的时刻又到了，那我们要分别对 beta 0和 beta 1求导。那因为这个过程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列出了几个微分公式辅助进行。第一个是连锁率，连锁率就是刚刚用过的那个东西，也就是如果我们 h of x 是 f of g of x， 那我们就可以先对 f of x 微分，再对 g of x 微分，然后把这两个乘起来。那微分的除法呢，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函数是 f of x 除以 g of x， 那我们要对 x 求微分的话，就 g of x 乘上 f of x 的微分减掉 f of x 乘上 g of x 的微分，那接着再除以 g of x 的平方。那指数微分的话，就是指数微分就是直接把这个导函数去掉就对了。指数微分是一个很特殊的微分形态。那 S 型函数微分，这个 S 型函数就是这一个我们前面的这一个，这个 P 的这一个函数。那我们先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好了，这样比较简单。那这个就是一减掉一的负 x 次方分之一，就求微分。这个求微分的话，过程你可以把它想成这样。好，首先它是一个微分的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对这个东西求微分，跟对先对这个东这个我们先用连锁率，然后先对这个东西求微分，然后再对这个东西里面的 x 求微分。好，对这个东西求微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这个对这个东西，然后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就是对 x 分之一求微分嘛。对 x 分之一求微分，那怎么求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微分的除法。那微分的除法在哪里呢？在这里有，对不对？所以这个上面这个函数是 x 是一，对不对？那对这个一如果对它第一项是不是就是对这个一求微分，一求微分就零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项就不见了。那所以这个负的这个一留着，一乘上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对这个求微分是多少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这对这个东西求微分，实际上因为我们是对这整套求微分嘛，所以实际上就是一负一，这样可以理解嘛？所以这个求完微分之后就是一负一。那因为前面有个负号嘛，就是这里有个负号，所以这里就是负一啊，上面就是负一。然后下面是 g of x 的平方嘛，所以就是这一整套的平方。好，所以这里我们对 x 函数求微分，我们这里就会产生一个这一串就等于这一串。那你如果看还是看不太懂的话，你仔细研究一下微分除法公式这样子。好，接着对这个东西求微分的话，那因为 x 跟一无关嘛，所以一我们就可以直接丢掉了。那对一的这个指数函数求微分的话，那因为前面有个负号，所以负号留移下来，然后剩下不动，所以你就可以求得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把这两个整合一下，这个东西可能像这个，那负号就可以消掉嘛。所以把一的 x 负 x 次方，然后除以一加上一的负 x 平方的平方，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这个样子，也就是一除以一的，这个底下这个是可能可以理解嘛。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拆解成这个一减掉这个东西，那这样就会变成它嘛。那我们把它换成这个格式之后，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好看的话，我们可以用这里回推这里。啊，那怎么回推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它的这个东西乘上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把这一项就是通分的话，你就这个东西减掉一嘛，那这个东西减掉一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乘上去，这个东西乘上去的话，就是一加上这个东西减掉一，所以就是剩下一的这个x 一加上一的负 x 次方，然后乘上这个一的负 x 次方，这样可以理解吧？这个部分就是一加上一的负 x 次方乘分之一的 x 次方。那这两相乘呢？这两项是相等的嘛，所以变平方。然后这个一乘上一的负 x 次方就会变这个，所以这两个式子是相等的。这两个式子相等，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好，那这个式子不就是原始的 x 函数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s 函数。那这个东西这也是一个 s 函数嘛，所以这里可以把它换成一减掉 s 函数。好，所以说对 s 函数求微分，其实就是 s 函数乘上一减掉 s 函数自己本身。好，这个东西我们之后会常用到，所以说我们先把它求起来放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贝塔零求偏导函数好了。那对偏导函数的话，就是对那个 loss cost 那个 cost function 就是对它求这个对先对 p 求这个偏导函数，然后再对这个贝塔零对这个 p 求贝塔零的偏导函数。那这个这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等于这个这个对 p 的这个这个。线性就是这是线性回归的这个loss function 嘛，那我们对这个东西求偏导函数，然后接着再乘上，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一点嘛，我们先把它换成先对 LP 求这个，先对 LP 求这个偏导函数，然后再乘上这个，就是这边我们再用次连锁域，先对 LP 来求，然后再乘上这个对贝塔零求 LP， 那这个 LP，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二拉下来变成 n 分之一嘛，然后这边只是像是相反，这个跟前面一样，所以变成 pi 减掉 yi， 然后接着在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对 s 型函数求微分嘛，对 s 型函数求微分怎么办呢？就是 pi 减掉一减 pi， 这个就是这个 s 型函数的结果就是 pi 嘛，对不对？那这个 pi 乘上一减 pi 就是这个对 s 型函数求微分的结果，就是这里。好，接着这个对于这个 lp 就是 beta 零加上 beta 1乘上 x 1，然后对 beta 零求微分的话，那这个就很简单啦，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像是一嘛，直接拉下来，所以就是对 beta 零求偏导函数的话，结局就是长这样。那对 beta 1求偏导函数呢，就是只有后面是后半段不一样了。那我们这边就是 xi 这个系数把它留下来，所以它的长相就会长这个样子。有了这两项之后，一样，我们来利用一下 i 元实现一下梯度下降法的过程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 x 就是这个x 就等于这个1到10，然后 y 也是一堆已知数啊，这不重要。然后 prediction function 就是把这个beta 0跟 beta 1把它带进这个prediction function， 也就是产生这个 p， 这个就是 s 型函，就是先把它进行这个predict 取得 lp 之后，然后再产生这个s 型函数，然后变成 p 这个值。loss function 就是先把这个 beta 0 beta 1和 x 丢进 prediction function 之后取得 p， 然后这个 y 减掉 p 的平方把它 sigma 起来，然后再乘以 2n 分之一。好，那要取得 loss。那我们 differential function 呢？ 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 0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是 prediction function 先求得之后，我们得到这个 p 嘛。那得到这个 p 之后，就是 y 减掉 p。大家对一下好了。y 减掉 p 啊，这个 p 减掉 y 啊，我们这边有给个负号嘛，所以是 y 减掉 p， y 减掉 p 再乘以 p， 乘以 p， 在这里乘以 p。再乘以一减 p， 乘以一减 p， 好，然后把这个东西 summary 起来，就是这个 sigma 起来 ，sigma 起来之后，我们这边负号跟因为我们前面的式子是 p 减掉 y 啊，好，这边负号起来以后，再除以 n， 好，这样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对 beta 0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就是长这样，那 beta 1 differential function 呢，就是这里再多乘一个 x， 这里再多乘一个 x， 所以我们在 p 一减 p 的后面多乘一个 x。这样我们就 求得了这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这个 beta 1。那有了这两个之后，我们就来可以获得这个，我们就可以试着利用
梯度下降法来求解逻辑思维规。好，那我们来使用 GOM 函数来的结果做比较吧。好，如果哦，这个不好意思，这个 Y 跟 X 我们还没换。好，你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贝塔零应该要等于负 1.99， 等于接近2。然后这个贝塔1应该要等于这个 0.32。好，那我们来看看，用我们试着用梯度下降法来求解吧。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的写法好像跟刚刚线性回归没有什么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只有啊，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在数学求解的过程中，这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长得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整个东西我们其实套缝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了。那所以其实深度学习是一个数学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它程式其实长得非常非常像一样。我们先指定我们迭代次数是1000代，然后我们的 LR 是 0.1， 然后起始值是0。好，接着我们从这个第一代，然后减到这个 i 减一代。好，我们以此类推，这样求下去，我们发现，贝塔零是负一点二，那贝塔1呢是 0.23。奇怪了，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跟刚刚一模一样啊？来，再看一下第一代的贝塔零，减掉 LR 乘上第一代的贝塔零跟第一代的贝塔1，把它带进这个 differential function 之后，然后变成第二代的贝塔零嘛。第二代的贝塔零等于第一代的贝塔1减掉 LR 乘上这个，把这个第一代的贝塔零跟第一代的贝塔1把它带进去。这样怎么会最后的结果出来不是很满意呢？你可能觉得失败了，对不对？我们试着不同的起始值跟学习率吧。我们把这个起始值稍微改一下，好不好？把它改成，假如说把它改一。答案不太一样啊。那把它改成2嘞？答案好像不太一样，好像不是很稳定的。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如果你是事实上，我们把这个函数图形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函数图形长很奇怪。就假设你从00开始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跑到这里，跑到第500代的时候，它跑到第这个跑到第1000代的时候，它还跑到这里。但如果你起始值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它跑到第4000代的时候，它还跑到这里来。那如果你起始值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它跑在这里。但如果你起始值丢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它好像跑的过程好像不是很顺。好，这是什么意思？就这个函数图形呢，根据我们刚刚推导出来的结果，这个函数图形其实长得并不是非常的平滑，也就是它有时候这个斜率很小，有时候斜率很大，所以它跑的过程会非常的混乱。斜率很小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梯度下降的过程中，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也跑得很小，这样子跑的步幅很小，所以它几乎不太动，所以其实是跑得不够久啊。如果你这边1000改1万的话，那这个起始值的影响会比较小。我们来看一下，好，0.31负 1.73 嘛，那我们把这边改0。这个答案就非常接近了吧，这样可以理解吧。好，所以其实跟刚刚的差别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迭代的，因为我们的函数图形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迭代的次数不够多，所以才会让你看起来好像不同的起始值，然后结果最后答案会不一样。好，不过大家再想一下，这个负 1.73 跟正 0.31 似乎跟我们答案不太一样，答案是负 1.99 跟 0.36， 不过相对上来讲是接近的嘛，对不对？好，至于为什么问题会有这个问题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问题是因为这个大家看刚刚的结果也可以发现一件事，这个函数的形状非常不稳定，所以它离最佳的位置很远的时候，梯度反而很小，
导致学习率很慢。什么叫梯度很小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在这个地方离结果很远，对不对？可是它的斜率趋近于零，它几乎是平的，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吗？所以说梯度是零的话，梯度几乎是零的话，它就跑不太动了。那所以说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贝塔零跟贝塔1导函数，因为这个就是梯度嘛，这个就是我们的斜率嘛，对不对？好，贝塔零的导函数是长这样子 ，n 分之一乘上 sigma pi 减掉 yi 乘上 pi 乘上一减 pi。那贝塔1的偏导函数呢，就是跟刚刚很像，只是最后再乘上个 xi。好，那其实我们发现问题了，问题是出现在 pi 乘以 p 减一减 pi 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一开始随机给一个起始值，就是你随机给一个起始值的话，那这个 pi 很有可能就会很接近零或很接近一嘛，因为你乱算啊，你乱算它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全部都给它，就是这个 prediction function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全部都给它零啊，全部都给，就是全部都给这个值是零，全部都给这个值是一，那这样子的话，这个 pi 就很有可能是零，很有可能是一。那很接近0跟很接近1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小。那这个东西很接近1的时候，这个数字是1嘛，那这个数字就会很接近0。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梯度整体来讲梯度就会很小。这个东西跟上面是很像的，所以答案是一样。所以问题其实出现在 pi 跟1减 pi 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刚刚在求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的损失函数的这个图形会长得很烂，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损失函数，我们的这个导函数的里面有这个 pi 乘上一减 pi 的成分。好，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特别，我们重新设计一个损失函数给它好。我们介绍一个有名的损失函数叫 cross entropy 交叉熵。这个损失函数长成这样 ，n 分之一 sigma 负括号。yi 乘上 log p 加上1减 yi 乘上 log 1减 pi。 好，这个函数哦，这个函数就是乍看之下很复杂，我们看不太懂。那我们来试着一件事情，这个函数有个特色，就当 y 等于1的时候， y 等于1是就是 y 等于1这一项就不见了嘛，也就只有 log p。 那它 log 0 log 1是0嘛，对不对？那 log 0是负无限大，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理解吧。所以因为这边有个负号，所以说当 log 这边有个负号，所以如果这边 log p 是0的话，那它就是正无限大，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那如果 log 0的话，它就是0，所以它就会最小化，对不对？所以说当 y 等于0 y 等于1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个 p 尽可能接近1。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体来讲会最小值。那当 y 等于0的时候， y 等于0的时候我们只看这一项，那我们会很希望 p 等于零，所以说其实这个 cross entropy 这个 function 它其实它长的样子虽然跟刚刚的这个残差平方和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这个优化目标跟我们刚刚的目标还是很像。你说当 y 等于一的时候，我们希望 p 尽可能等于一；当 y 等于零的时候，我们希望 p 也尽可能等于零。好，但是啊，这个函数就很神奇啊！如果我们使用这个 cross entropy作为我们的 cost function 的话，我们再来求解一次我们刚刚这个 beta 0跟 beta 1的这个偏导函数吧。好，我们来熟悉一下对数微分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对 log 这个对数微分的话，我们对 log x 求微分的话，它就等于 x 分之一。那我们现在来求一下这个 cross entropy 的微分，对 p 求微分。对 p 求微分的话，我们首先把这个p 把这个东西拆开，也就是把它变成两项。就是展开之后对这一项求微分，对 p 的微分和对这一项求 p 的微分，对这一项求 p 的微分 y 就不用求了嘛，那 log p 的微分呢， log p 的微分就是 p 分之一，在这里对数微分我这边有求到了嘛，所以 y 不用求，所以就是 y 除以 p。 那对这个部分求微分呢，1减 y 就不用求了，1减 y 不用求的话，我们就对1减 p 求微分。对1减 p 求微分的话是怎么求呢？就是 p 带进来，一减 p 分之一减 y， 但是这边变负号，因为这边有负号，然后把它带过来变负号，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变成这个样子之后啊，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就是通分好了，
通分的话，就是这一项就乘上来就变 y 减掉 yp，y 减掉 yp 可以理解吧？那在这一项上来之后，就是 p 减掉p 减掉 yp， 那这边就是减 p 加 yp。那减 p 加 yp 的话，我们这边负号加进来之后，就会变成 p 减掉 y 除以一 p 乘以一减 p。好，所以对 cross entropy 函数微分的话，我们可以求得这样的结果。那现在我们再来对这个贝塔零求偏导函数好了，那它就等于先对 cross entropy 求微分，然后再对 p 求这个贝塔零的这个微分。对 cross entropy 的微分，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先对这个 s 函数求微分，然后再对这个 lp 求微分。那这个求微分之后的结果是长成这样嘛？这跟上面一模一样。好，大家可以带下来，可以理解吧？这里求微分之后就等于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跟这里一模一样。那这里这个是 S 函数的微分 ，S 函数的微分就是等于自己乘上这个乘上一减掉自己，然后再乘上这个贝塔零的这个贝塔零的这个微分。好，那你发现一件事情，这里可以约分哎，这里可以约分就把它约掉了，所以剩下 P 减 Y，P 减 Y， 然后这个贝塔零求微分这是一嘛？那一下来，所以哎，如果我们用 cross entropy 当损失函数的话，我们的斜率哎长得就非常的漂亮，就是 p 减 y。那如果是 beta 1呢？那前面的过程一模一样，前面的过程一模一样，只有在最后这里，最后这里不一样，所以我们一样在这边乘上一个 xi， 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下厉害了，就是透过改写损失函数，我们居然让 pi。乘上 p 一减 pi 这个我们最讨厌的部分把它约掉了。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用 cross entropy 这个 cost function 所求出来的偏导函数的结果，看我们看我们用这个残差平方和作为 cost function 所求出来偏导函数的结果，是因为这里长得不一样，原本就只剩这里了嘛。那右边这里，右边这里就被消掉了。那这里是不是我们最讨厌的部分？所以对于逻辑思维来讲，回归来讲，我们其实应该要使用 cross entropy 作为 loss function。好，我们再用 R 语言来实现一下梯度下降法的过程吧。前面的过程完全一样。好，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前跟后有什么不一样。前跟后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注意到，哎，只有这里不一样。这里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本来有 p 乘一减 p 的部分，但现在我把它变成，现在我把它变成了。这个没有 p 乘以一减 p 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部分，当然 loss function 也长得不太一样。现在 loss function 长成 lambs 负一负 n 分之一乘上 y 乘以 log p 加上一减 y 乘以 log 一减 p。好，这是 loss function。好，那后面的过程就一模一样了。那现在我们用一千代就好了，一样。这个我们来做这个梯度下降法。哇，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现在我们的结果负 1.97 0.36， 这个结果是不是就跟前面这个 GLM 函数非常接近了，又更接近了一点。好，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改写的损失函数的威力。那我们来看看不同起始值跟学习率吧，你会发现哎，它优化的这个效率就很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损失函数已经被我们改写成一个平滑的函数，透过我们把损失函数改成这个 cross entropy， 那由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梯度的这个 p 乘一减 p 的部分给约掉。那因此我们的斜率啊就变成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有逻辑，也就是离这个 y 很远的时候 ，y 跟 p 离得很远的时候，它的梯度就很大，也就是斜率就很大，我们就要跑得很勤劳。那它这个随着这个非常非常接近。
P 非常非常接近 Y 的时候，它的斜率就要趋近于零了。这样子大家可以理解吗？好，如果我们从统计学的角度 ，cross entropy 似乎缺乏理论基础，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啊。我们用 Bernoulli distribution 来思考分布几率跟分布之间的关系。Bernoulli distribution 的几率质量函数是 py 乘上一减 p 乘上一减 py， 这个就是二项分布的这个二项分布的这个几率分布。大家可以这么想。就是假设我们今天今天是 0.5， 就是我们今天有就是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天想要抽一个球好了，这个球是这个今天抽一个红球跟黑球，那这个红球的这个里面的比例是 0.3， 那我们要抽一次的话，那我们抽到红球的几率多少，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比例带进去，这个 P 就是 0.3 带进去之后抽一次，那就 0.3 一次方乘上1减掉 0.3 就是0.7 嘛，那1减那这1减1那就是0，那就是这样子的话抽到红球的几率就是 0.3。 那如果我们抽两次抽到一颗红球的几率呢，那就是 0.3 的一次方乘上 0.7 的一次方。好，这样可以理解吧，这就是那个二项分布的这个函数。那这个 P 的这个产生是基于 logistic regression 嘛，所以我们概念就是找出一组 P0 跟 P1， 使得样本的总几率最大化，这就是样本总几率。样本总几率最大化，那也就是我们要样本的总几率，也就是我们求出很多个 P， 求出很多个 P 之后，然后把它带进很多个 Y 之后，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Bernoulli distribution 的这个几率分布函数把它累乘起来。累乘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我们要 maxima 这个。那 maxima 这个东西，那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取 log 嘛，对不对？取了 log 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式子取 log 之后，哎，很巧妙哦，这个东西取 log 之后，它就会变成 cross entropy 的函数，哎，它就会变成 cross entropy。大家可以想 ，y 这个东西取 log 之后 ，log 这整个东西取 log 之后，这个 y 就可以被移项下来了，因为它次方向嘛 ，y 被移项下来，这样 y 乘以 log p。然后加上这个一减 y 也可以被移项下来，这个 log 这个，然后这个相乘的部分，相乘的部分可以变相加的部分，所以哎，这个它就非常像 log cross entropy 的 function， 但是这边是 maxima， 所以这边我们给它加个负号，哎，这个是不是就跟 cross entropy 长一模一样？给它加个负号，把它加个负号之后变 minima， 哎，所以说这个 cross entropy 这个函数啊，它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 Bernoulli distribution 的这个统计的这个分布啊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求解目标殊途同归，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 cross function 一定要使用这个 cross entropy。 那为什么要使用 cross entropy 呢？因为你如果从这个梯度的角度来想，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 p 乘以1减 p 的部分给约掉，这样可以理解吧。好，所以说我们在第一课的部分啊，我们很快速的介绍了深度神经网络的优化基础理论。那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之前已经很久以前我们就学过了线性回归跟逻辑思维规，那我们也用我们学会了梯度下降法，并且我们用线性回归跟逻辑思维规作为范例。那你应该已经学会了怎么样用梯度下降法求解线性回归跟逻辑思维规。那其中微分的工具，在未来几节课，大概四节课之内吧，我们还是经常会用到，所以请同学务必熟悉相关的操作。就你如果有点忘记微分怎么操作了，你可能就是回家看看影片啊，然后再稍微复习一下，然后尽量的把我们课程中所有这个微分求解的过程，然后不要不懂它，你如果不懂它的话，以后你在 training model 的时候遇到问题就非常难解决。然后注意一件事，深度学习问题，你刚刚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练习一、练习二、练习三，我们除了去改 differential function 的部分以外，我们的求解过程是完全一样。所以深度学习并不是一个电脑问题，它是一个数学问题。那有了梯度下降法的基础之后，下节课我们会开始学习人工神经网络。那我们去了解以前的研究者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些方法的。
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线性回归跟逻辑回归有哪些缺陷，那我们要怎么改进？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